前些年为了治病花了多少钱？您算过吗？大概几十万有的吧。即便真的现在有这种神奇的技术，可以以眼换眼的话，我也不愿意让我父母用他们的眼睛来换我的视力。哎，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觉得妈妈特别不容易，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女生特别不容易。我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的人吧，我就要叛逆，我就要这样。那时候我还是报复的心理吧，生活的重担就给我爸压垮了。那我现在就觉得你非常不懂事儿了，已经。这不是豆腐心，这是刀子心呐！你们众口一词的说我，说我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我觉得我还挺行的，真的。你看我一眼行吗？可以的。为什么是？看看我让你发笑啊，还是说看到我很可笑？没有，我有点社牛的哥。社牛？没有任何的购买欲望。为什么没有购买欲望？因为他讲得太快了。大卫老师，我就特别想看徐梦良来一个更高水平的表演。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的到来。好，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千万分之一。来看第二个，二十加一。说实话，这两个数字出来的话，我现在就有点迷糊，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有没有第三个 X。 我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道很深刻的数学题，因为 X 通常代表的是无限的可能。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这位求职者登上舞台。彭阳静，26岁，高中学历。大家好，我叫彭阳静，今年26岁，来自江苏南通。我叫严霞，今年55岁，我是彭阳静的妈妈。今天非常高兴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我喜欢读书，也喜欢传统文化。我希望能寻求一份电话销售，或者是文案写作，或者是各位企业家老师认为适合我的工作。谢谢大家。欢迎阳静，严女士，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看到您是搀扶着女儿走上舞台的，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她是2岁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就是看东西靠得近，后来就到上海检查，她属于那种加肾，就是视网膜一种病变，做了大小10多次手术。我提议我们坐下来慢慢聊，也请您坐到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席旁边。 好吗？谢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对母女啊。来，杨静，能不能详细跟大家说说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加肾这个病呢，它的全称是家族性肾出血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这种疾病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失明。这个和你今天第一个关键词千万分之一有关系吗？有，我身上携带的这种基因突变概率就是1000万分之1。你是2岁出现的这样情况？是。这20多年来就一直是在为治病东奔西走，求医问药。是。如果没有妈妈的陪伴，你日常的生活怎么来解决？在家可以自理，如果要出门的话，我觉得自己还需要慢慢的去摸索。严女士，有没有人提过给杨静找一个归宿？说了的。那年我是应该22、23，那个时候就有好心的亲戚来找我父母，应该趁着我年轻早点嫁出去。也许是他们就觉得，如果一个女孩子没有了工作，又到了这样一个世俗眼中比较尴尬的年龄，应该要找个归宿，这样将来的生活也就有着落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孩子，就是特别渴望情感的那种感觉。我想即便是现在视力有些障碍，我还是想尽自己所能去多学点东西，技能啊，知识啊。你和先生是怎么想的？自己的女儿吧，反正全部听她的，我也不想她这样。这些年为了治病花了多少钱您算过吗？也没正式算过，大概几十万有的吧。为他的眼睛奔波了可以说半个中国吧，哪边说好我们就到哪个医院去看。5岁的时候就带他到北京同仁医院去过，后来经常去上海那个复旦大学也做了几次手术，
后来浙江眼科医院的那个吴荣汉主任帮我女儿做那个手术的。两三年前我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网脱，眼前是全部都一片黑了，然后我自己用手指去指测眼压，就发现眼球已经软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当时我们家人就连忙带着我去到了温州，找到了吴主任，然后他说可以帮我加号。哦，我知道了，你的那个20+1是不是就加号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他那个20+1是因为他第二天已经排了20台手术了。多少台？20台手术。然后加完号以后呢，他诊断的结果就是还有希望治愈吗？或者说能够帮你缓解这个眼压低的情况吗？他当时说全力以赴帮我把这个网膜复位。在手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无影灯照进了我视野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20年前那位小儿眼科专家说我视力保不过20岁的这个预言可以被打破了。你看过镜子里的自己吗？看不清。如果有一天科技进一步的发展，你的视力能够更进一步恢复的话，我希望你一定要迫不及待的去看看你自己，特别好看。谢谢，希望那个时候我不会太老，而且我现在每年都会给他写感谢信。非常难得的是，对于他这样的一个专家，特别的忙，他还会抽出自己的时间去回复我们病人的留言。看到你的评价又是满满的感动，真希望上天能再给我一些神力，帮你彻底照亮眼前的世界。哪怕用我一部分寿命去换这样的神力，我也愿意。现在，我们只能共同期待科技的进步了。经常听到一句话，是不是321上链接啊？是的。来，我们321上主任。不会吧？Hello， 吴主任。小峰好，主持人好，还有在场的各位老板们，大家晚上好。我在这里也向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的吴荣汉主任。吴荣汉主任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温州眼视光医院眼底病中心的执行主任。他曾获评浙江好人、温州市医德模范、温州市身边雷锋，曾担任中国原中非医疗队的队长。主任，刚才杨静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大概说了一下他这个病情，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小鹏现在的眼睛是什么状况？小鹏加油啊，先给你打打气。谢谢。小鹏啊，他真是非常不容易，他是有多种的先天视网膜疾病。虽然说这几年啊，全国各地的医生包括我们在内啊，也经过了数次的努力，多次将小鹏从黑暗中挽救回来，不过即使如此啊，他目前的视力还是比较差的。吴主任，在很多影视剧当中我们看到的桥段，就是面对着子女突发疾病，他们的亲人可能会选择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去挽救他们，为什么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尝试着去治好他的病呢？其实彭妈妈曾经跟我说，哪怕用他自己的眼睛去换女儿的眼睛他也愿意，但这个恐怕真的很多时候只能局限在影视剧，因为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相机，我们的眼角膜就像我们相机的镜头，镜头坏了之后呢是可以换的。其实现在啊，不用说有人捐献，我们已经可以开展这个人工角膜了，可以用人造的材料来代替捐献的角膜。然而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眼底啊，就像相机的底片，这个底片是连着我们的神经，有数以万亿的视神经细胞是通向大脑的，这个是无法通过更换或者捐献来移植的，这个难题目前世界上还无法解决。针对于以眼换眼，我是想说，即便真的现在有这种神奇的技术可以以眼换眼的话，我也不愿意让我父母用他们的眼睛来换我的视力。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健全人，已经习惯了我们身边这个明亮清澈的世界，但是我从小就这个样子，我知道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希望他们受我的这个罪，我已经习惯了。小鹏非常信任医生，哪怕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真是无力回天，有时候觉得很真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力量，我常常被我的患者感动，我觉得小鹏就是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他时常也感动着我，有时候我觉得你说我很累了一天下来，但是看到他
你知道吗？他只有 0.05 的视力，最大的字他看不见。我写感谢信写那么多啊，我想想都难。他身上我看到了别人身上看不到的那种光芒，我相信他在这个舞台上也能，大家也能看到他的光芒。我也相信在非你莫属的一个舞台上，大家也能看到他身上这种光，然后呢也能够给他机会，让他去帮助更多的人去点亮他们心中的光。吴主任，我知道患者们对您说过的感谢的话早已经是千千万万，数不胜数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对您表达出自己的感激与敬仰。您的出现对我来说就是日月星辰一样的存在，您在我们心目中是在刀锋上行走的白袍英雄，也是多少在黑夜中挣扎的追光者们非常渴求的白衣天使。您是一位如慈父一般温暖的医生，我真的很希望今后用更好的文字回馈给您，认真写下您每一次的辛苦付出。就像我上次跟您写到的，皑如天上雪，皎若人间月，心同白袍不染尘，愈冷愈圣洁。真心希望今后可以继续追随您的脚步，因为您永远都是我心中不变的信仰。我也知道您作为业内顶尖的专家，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感谢您今天特地为了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来的时间，谢谢您吴主任。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吴荣汉主任，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您，再见。好，谢谢主持人，小红加油，再见。我看到杨静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她柔声细语当中绵中带刚，她有她自己对待疾病对待家人她那种笃定。第二，我也看到了说可能我会用另外的方式去表达我对这个世界我看不到的世界，但我用了文字，用了其他的方式。所以当我看到你这个装扮的时候，就如同今天你穿的白和绿一样，很清新美好的状态，用这样的清新和美好去面对它，可能你看到的世界就是美好的。其实大卫老师，我坐在这里前面，说实话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弱者，我是会觉得是说，或许像杨静这样的选手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似乎好像应该会降低一些标准，但是到现在的话，我是觉得似乎我的格局好像小了一点。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比我们很多的选手都优秀，他的那段表达其实我觉得我是表达不出来的，而且我觉得他看到的是清澈的，是光明的，但是反而我们正常人的眼睛可能看到的未必是有那么的干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企业家今天真的不能是在情绪里面去面试，我们必须要回到真正的面试这个环节上来。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他的能力给到他像样的岗位。嗯，这是肯定的，这也是我们舞台所肩负的责任。好，关于你的面试关键词 X， 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变量？这个 X 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无限的可能，还有我对未来的期待。因为这些年虽然说视力有些障碍，但是我也尝试着去做一些事情。就在上个月，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勇敢的尝试，向省教育考试院申请到了视力障碍残疾考生的一个合理便利，可以允许我携带没有存储功能的注视器参加考试。但是参加了考试之后，我发现注视器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这个放大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的，我没有办法把字写到相应的位置上去，所以这次尝试的效果不尽人意，但是我依旧觉得收获满满。因为此路不通嘛，就走其他的路，只要不断地去摸索，总有一条路适合自己。路嘛，终归还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还有我对未来的期待，是因为我原来是有过一段短暂的教培工作的经历的，我曾经是一名古筝老师，那段时间我陪着他们学琴，也看着他们进步，然后也能感受到他们被艺术的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和升华。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从事这份职业的一个意义所在。我现在呢，虽然说已经看不太清楚琴弦了，但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等我的世界重新明亮起来，我还能回归筝业，回到琴房，为我所热爱的优秀传统文化尽一份传承的责任。
今天要给我们来弹奏古筝吗？一点点，一点点没关系。但是我希望各位企业家老师在才艺这方面不要对我抱有太大的期待。来，那我们接下来准备一下。在这里也要跟我们的各位面试官、企业家解释一下，杨静现在的视力对于弹古筝这件事儿来说已经非常困难。在今天他进行才艺展示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反复和他的沟通，我们可以放伴奏，你清唱就好。但是杨静坚持要为大家弹几下，他说哪怕我给大家弹几下都可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无论我们多热烈的掌声，其实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于他、对于我们这个舞台的尊重和投入。就其实，我就看到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场景，大家都会看到了，一个内心美好，然后指尖流露出流淌着美好的音乐，这样的女孩小仙女要唱的歌，然后那个灯光洒在她身上，我就在想，要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孩子要用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心血、多少的青春去浇灌，才能够把一朵花浇得这么盛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灯光和舞台下绽放。然后她上一次绽放是什么时候，她下一次再在这样的光芒里绽放是什么时候。就我想一想，我觉得就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觉得妈妈特别不容易，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女生特别不容易。其实小叶姐你知道吗，就是每次的才艺展示其实我都是非常投入的，但就这次的才艺展示我不敢投入，我试图想去让自己剥离出来，但是就是不经意间总是会走进去。然后大姐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你为什么哭成那样，然后自己又强忍着去擦干了泪水？因为我看到我女儿这么坚强，这么好学，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身体养好，给她精神力量，因为我们倒下了就没人照顾她了。杨静，我要问你两个问题。第一，电话客服和相关咨询服务类的工作，如果让你排序的话，哪一个岗位你会排在第一位？咨询。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排在第一位的相关咨询服务类工作，你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吗？这个倒没有，但是我经常打客服的电话。打客服的电话和干客服的工作，他们之间你觉得有必然的联系吗？能够稍稍汲取一些经验。好，那说说你认知当中的客服工作
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帮助客户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要有服务意识，还要有共情能力，在自己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要尽可能的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当然还要维护好自己这个企业的利益。杨姐，我想问一下，你理解的咨询是什么？就是在企业当中负责一个项目具体的一个专业的知识的一个解答，可能还要具体到就是哪个行业，比如说教培或者是其他的。那你是对哪些行业比较熟悉呢？我还是对教培这一块熟悉一些。你为什么会去想做这样的一个岗位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理解的咨询可能是比较粗略一些，就是要还是要具体到哪个行业。如果说我缺乏这个行业的相关经验的话，就做不了咨询，那么我可能还是会退而求其次，还是会选择就是电话客服这一块。那我就理解了。好，我想问一下，我觉得你的文笔特别好，你有没有考虑过做文案工作呢？我有考虑过，我喜欢文字，但是必须要在电脑上写的话，我可能有点还需要摸索，因为我有自己的这个平常练笔的方法，在手机上写。好的，那我再问一下，假如说你在手机上，你是能够帮我们写一些自媒体的文章吗？可以呀。我请教一个技术的问题，你怎么样去确保那个文字的准确性呢？我发现有一个文档里面有就是有一个功能，就是文字转语音，我就是用那个功能去校对我的文字，看有没有错误。朗读对吧？是啊，明白了。那你的准确率现在大概有多少？应该90%以上可以的吧，因为我每次都喜欢多让他读几遍，然后我会放大的去再去看一看这个字有没有错。我心里在盘算，其实小鹏你有同理心，懂得感恩，语言文字很优美，其实你跟客服的岗位匹配度特别高。你有一个账号，在这个账号里边的文案声音都是你自己的吗？从去年8月份还是7月份往后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从今年1月份开始是我自己配的音。你很喜欢写作是不是？是的。我看你的形式大多以散文词这样的形式是不是？是的，但是还不是特别的深入，就是一些简单的文案。好的，我再给各位企业家补充两个信息。第一的话是他在初中之前他的成绩全部都是在全校的前几名。第二点的话，是因为他眼睛的问题，所以他所有的作业不能靠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去写，他都是靠记的，所以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这两点的话是刚才大姐跟我讲，我要传达给各位的。我想问一个实操层面的，因为你说想要做电话客服，那现在其实客服他在接听完电话之后处理客诉等等，他其实是需要记录的。你一般用来做这种录入和记录的话是怎么去做的呢？如果是真的要做的话，我会记在手机上，还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到你写只是想在江浙沪，除了这个之外的地区你会考虑吗？就是包食宿的我可能会考虑，因为我就是出行有点不太方便，太远的话可能会有些需要长时间的去摸索，有点障碍。面试进行到这儿，你们觉得我们需要对他考察职场情商课吗？我觉得是需要的。需要吗？需要。因为他在职场当中的经验未必很多，所以我也想知道他真的走入到职场之后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一些职场的问题。好的，那么杨静请听题。开会的时候你的领导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你会怎么回复？我想我会这么说，我说谢谢领导的批评，我现在认识到了自己这个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会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尽可能的去纠正，希望能让我的这个性格得到改变，对工作更加的有利，我肯定会虚心接受这个领导的批评。杨宁，我想问一下，你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吗？我觉得自己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说，至少在我的评判标准里面，我不觉得你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但是我看到了你是无论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的，你有那种承担的责任感，反而的话你会换位思考。但是我是想告诉你说，在真正的职场当中，其实没有必要很多事情都是找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公正的去看待，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直接去面对的时候或许能得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方法，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其实我特别担心，就是像今天整场下来，其实你都是换位思考，但是你是把问题都给了自己，然后把所有的爱其实都给了别人，其实我不太希望你这样。接下来
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今天我们的求职者彭阳镜面试的表现做出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杨静，还剩下四盏灯，你成功的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客服，电话客服，薪酬3000，石家庄，不包食宿。随风奔跑联合俱乐部为你提供的岗位呢是电话客服和销售，那是底薪是2500，然后加上你的这个绩效和你的提成，那包括说我们电话邀约到访的，然后和最后成功转化销售的，这两种都是有相关的这个提成的。工作形式呢是线上，那每天呢要求互通45个电话。崔生生给到你的职位是新媒体的文案，薪水是5000+，工作地点在天津，不包食宿。尊宝文化传媒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文案，薪水是2500+，然后工作地点是居家。接下来杨静，在你做选择之前，我想把你的母亲严女士请到台上来，跟杨静在确认和商议一下之后我们再做选择。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跟企业家说，我会邀请他的母亲严女士替我们的求职者去灭掉您们其中的两盏灯。好的，好的，可以了吗？可以了。好，严女士，请根据杨静的最终选择灭掉他们四位当中其中两位的灯。我们有请两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六人游给你的岗位还是客服，为什么给你的薪水稍微有点低？是因为你没有旅游的从业经验，还需要给您做一个培训，以及相关业务的熟悉。我喜欢这个旅游这个项目，但是我确实没有做过，所以我现在还想不到有什么问题。好，没有就可以不问哈。尊宝文化传媒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文案岗位。薪资是2500+，办公地点你可以居家办公。是有社保吗？交纳社保是企业应有的。你还可以问一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不用问，他们都有，没有的话他来不了。我暂时就是这个问题。好的，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哈。谢谢。来，彭阳镜，听我说，在六人游和尊宝文化传媒之间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告诉我们最终答案。现在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我想选择尊宝。祝贺朱世超，也恭喜彭阳镜。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这样一个好女孩。谢谢，谢谢。好，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两位企业家，谢谢二位对于选手的支持，感谢。谢谢，也感谢你们对我们非你莫属节目和天津卫视的信任和支持，祝你们今后工作生活愉快。再见严妈妈。谢谢大卫。再见杨静。谢谢大卫老师。谢谢。来之前就是没有想过能够求职成功，因为我是抱着尝试的心态过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对于今天我自己的这个舞台表现，好像我不是特别满意，可能是太紧张了吧。最后选择尊宝，我是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得到了一个非常心仪的岗位。因为我喜欢文字，特别感谢他们可以给我这个岗位。我相信可以做好。我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的人吧，我就要叛逆，我就要这样。那时候我还是报复的心理吧，生活的重担就给我爸压垮了。那我现在就觉得你非常不懂事了，已经。这不是豆腐心，这是刀子心呐！你们众口一词的说我，说我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但是我觉得我还挺行的，真的。你看我一眼行吗？可以的。
为什么是？是看到我让你发笑啊，还是说看到我很可笑？没有，我有点社牛的哥。社牛，没有任何的购买欲望。为什么没有购买欲望？因为他讲得太快了。大卫老师，我就特别想看徐梦良来一个更高水平的表演。我们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刀子嘴、豆腐心，5块钱2根。我想问问莹莹，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折射出他们性格的什么特质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的防御机制吧，可能会觉得我很酷。你看他就是他为他自己，像我这种刀子嘴的话，我就是想把对方真的叫他捅明白，但是我内心里其实是对他好的，这叫刀子嘴豆腐心。但5元2根这个事情，我觉得那就只有是卖冰棍儿。来吧，让我们有请这位刀子嘴豆腐心的求职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欢迎。司藤浩然，26岁，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影视表演专业。大家好，我叫司藤浩然，来自吉林省白城市。我卖过服装，卖过奶茶，干过保安，装过家具。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想找到一个属于自己满意的工作。谢谢大家。好，欢迎你小伙子。哎，那个你是怎么是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是我爸，然后豆腐心是我。你妈呢？5块钱2根。我妈也是刀子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种地的，没有多少钱。我爸就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无论我做什么，我爸都是不满意的。偏偏我还爱好艺术，我爸呢就不同意，我就跟我爸作呀。18岁那年，一个人跑唐山，跑到唐山之后呢，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我说我回去可以，我要回去的话，你就得让我学播音主持、学表演，我才同意。我爸就拗不过我嘛，四处管朋友借钱，就让我学那个了。那时候我还是报复的心理吧。为什么报复的？就因为他从小对我严厉，我想干什么事儿，哎，你就说我不好，我就要叛逆，我就要这样。生活的重担就给我爸压垮了，我爸就得糖尿病了。浩然，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你爸有没有表达过对你的认可？我爸不会表达，喜欢了，觉得他挺厉害的，他就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大卫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你爸爸对你认可吗？我爸爸对我还是挺认可的。你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夸我，就是我跟我爸就男人跟男人之间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上个月我做了一场猎头的大会，说实话，今年整个猎头市场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现在报名已经有了1000多人了。那个时候我爸才跟我说儿子，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没有想到你能够去做起来。就这个是第一次老爷子跟我讲，就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下觉得说自己被认可了。我觉得那个是我40岁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顾老师的故事和我们选手的故事，真的是想跟镜头前的每一个中国的爸爸说，孩子该夸的时候要夸。中国的父亲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行，我爱你，这个话对很多父亲来说是有障碍的。是的，但是这个障碍会变成孩子心里面的伤。父亲的鼓励其实不仅仅是当时孩子的快乐，他可能是孩子长大以后进入职场的每一次勇气。就有的时候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当你知道有人撑着你的时候，你做惯了那个我敢做的事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其实并不是说只是为了惯孩子哄孩子，你勇敢的孩子，被爱的孩子，你以后你的路会更宽。所以如果真的爱孩子，为孩子好的话，真的希望每个父亲都敢去对孩子表达对他的。其实浩然啊，理解他父亲也有几个你们爷儿俩之间的瞬间。对对对对，先说说你爸在客运站坐那一宿。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后来他跟亲戚朋友唠嗑的时候说，我爸去送我上大学。我爸说，哎呀，那天呢，其实我在客运站待了一晚呢，因为我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还挺不容易的吧。还有一次是因为我毕业之后我不创业嘛，欠了7-8万块钱嘛，我爸四处管亲戚朋友借钱，然后把贷款给我还上了。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爸他只是不会表达而已，他不是真正的恨我和怨我。那今天如果在这儿，你爸妈要是看到你今天来找工作，你有什么想跟你爸妈说的吗？我想跟我爸妈说，爸爸妈妈，你儿子不是不行，我口才特别的好，生活当中我还是一个特别乐于助人的人，我还会去公益献血，献了好多。我要把我的阳光一面展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刀子嘴说的是我父母，然后豆腐心说的就是我。浩然，你的倾听太差了。大卫老师刚才的话说，你今天借这样的机会，
你想对你父母说点什么？那你想对他们说吗？想对他们说。那你想说什么呢？爸爸妈妈，我虽然生活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吧，但是你们把你们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小时候我比较叛逆，也不懂事儿，儿子也无以为报，希望长大以后今天借助这个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好好孝顺你们。浩然，其实他们给了你掌声，但是你觉不觉得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只是语言上的美丽，但是这些话我听不出来它是从内心中出来的。你说不是内心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真是发自内心说的，因为我要激动的话我真的就发自内心说的。刚才我说的时候我比较激动。但是浩然，因为你是靠说话赚钱的，你怎么样表达能够叫大家能够去理解你，我觉得这个或许需要你仔细的去琢磨一下。对，我跟库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在这过程中我们听见了你在说，但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个话说进我们心里。老师，你觉得是我的语言没有打动到你，还是就是我的内心，还是我的真心没有打动到你？就是你的情感，就是我没有感到情感的交流和互动。那大老师其实他不是专业出身，他刚才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非常触动。霍尔特，你不要心里只有他没有我。对不起对不起。其实老师，就是你们看没有打动到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点懵，想不起来太多的事情，但是我内心绝对是父母挺不容易的，然后把自己说得太惨了吧，好像来卖惨了似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哈，你现在工作经历已经5年了，在这5年中间，难道是只有在今天的非你莫属的舞台上你才能去做回报他们的事情吗？这5年我也回报了，因为我妈就喜欢金耳环嘛，她舍不得买，我省着点用，给我妈买了一对金耳环，然后后来我又给我妈买了一对金项链，然后回家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们洗衣服，给他们刷碗，我不会说那些华丽的话。春雨老师，你有什么看法？我看你拿起话筒以后想了很久。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相信他的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第一个，从行动层面上，你的表述挤眉弄眼。因为我是一个懂表达的人，比如说我要真情实意表达，我就会挤眉弄眼，我就会这样想，我就会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从小我跟我母亲跟女性待的时间长，然后从小我的玩伴都是女孩子。女性是挤眉弄眼吗？女性不是呀，但是我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然后我就这样了。那好，那另外一个，紧接着我想问你，这个你父亲花钱然后去满足你的梦想，送你去学表演，这个时间大概多长时间呢？学了3年吧。你是一个专业表演出身的，那我觉得以我一个外行看来，表演它是有技巧的，它是经过训练的。那么他在叙述的时候表达的时候依然挤眉弄眼，我觉得训练的过程是应该有这种结果吗？我要演的状态我是什么样，我就这样的，我就跟你们说生活当中呢我是个什么样的，我就开始装了。浩然，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就是你刚才再去表达说你对你父母想说的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心里的动作太多了。对对对，你又觉得是说我想跟父母讲，但是又觉得说讲完之后好像有点矫情。对 对, 对，然后是不是在这一块不要去卖惨，心理活动太多，所以你的表达是变形的，这个时候会给我们那种感受。对 对, 对，但是你刚才的那种情绪是饱满的，就是内心的话我就是要去表达，所以我们就会相信了。其实问题点就在这儿。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回应我。就是我觉得一个经过表演训练的人在舞台上灯光下他是应该能控制自己表情的，这个是专业素养。老师，还有一点，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就出去实习了，并没有说的真正的专业受过训练。你为了艺术然后跟爸爸翻脸，最终爸爸把你拉回来借钱去送你上学，你读了一年就不上了，这个好奇怪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学校不太好。这个学校是你自己选的，爸爸帮你选的？我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然后爸爸不同意，依然是为了你请你回来，然后给你借了钱送你去上这个学校。对，然后最终你上一年多，然后你不想上了，然后你就走了。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的。这不是豆腐心，这是刀子心呢。但是老师，我在那个学校我觉得不能再耗下去了，我应该报答父母去外边赚钱了，回报给他们。但是我看见你的经历中还有大学的奖学金10000块，这样的一个学校也给你这样的荣誉，你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好呢？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不是很好，三观不是很合。你在回答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无论是父母还是在学校里面，我听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有咱们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问题。那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的人吧，家里边不富裕，然后我在学校我还表现的就家里边特别有钱这样的。那我现在就觉得你非常不懂事了已经。不是，老师，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不懂事儿，就是我出去真的是找工作，我觉得在这个学校浪费时间，然后我就去工作去了。工作之后我真的给我爸赚钱了。我前面是不懂事，但我后来变了。人还总这样一辈子都这样吗？是不是？浩然，你现在在做自媒体，然后每个月有3万的收入，你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朝九晚五，那做自媒体跟朝九晚五它很冲突啊。因为我做了三份职业，做自媒体的时候还得直播，然后我在游戏公司还直播，然后我晚上还摆摊创业，就忙不过来。朝九晚五就是我的理想状态，不是说的我非得要求朝九晚五。那你原来的热爱呢？我现在是什么？赚钱就行，只要我的父母过得好就行。你没想过通过艺术，通过你热爱的事业去赚钱吗？我觉得艺术可能不适合，我觉得口才方面比较适合我。那你现在就等于放掉了自己的梦想，认为自己就可以靠口才赚钱吗？对呀，因为我已经实践过了，也盈利到了。那你为什么还来求职呢？我就是求职来当销售呀。其实我们质疑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出发点到底内心是什么？如果让我来看，我就看到你的虚荣心在作怪，但是你又不敢正视你的虚荣心。老师，我觉得人都是为了赚钱活着的，我来找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的。你来找工作不谈薪资，什么也不谈，那我跟你谈感情吗？我又不认识你，对不对？你们众口一词的说我，说我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但是我觉得我还挺行的，真的。至少我口才好，我很善良，我很热心肠。有一句话说得好，你文化再高，你人品不行，你还是不行。我觉得我人品这关绝对是第一位的。小伙子，你此刻说的话我给你点赞，因为在这舞台上我可以大胆的表达，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质疑你的就是说你没有真正像刚才亮明你的观点。此刻我就是要在舞台上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来，浩然，他们现在不就是质疑你有没有本事吗？你不是干过主播吗？对。你今天不是有准备吗？有准备。咱现在就把这准备展示给他们看看。好，好，来，我们掌声有请。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的烤肠有什么口味？有五香的，有香辣的，小孩呢吃不了辣，咱就来番茄的，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宝贝们可以看一下啊，预约下单我就给你们小烤肠吃。有黑胡椒的吗？你想吃啥口味就有啥口味。我离太远怎么办？我给你包邮到家，包邮到家搁空气炸锅一烤，嘎嘎小孜然辣椒面一撒，你也好吃。你包邮的是你烤完的吗？那能烤完吗？烤完到家都坏了。不会烤咋办？不会烤我手把手教你，咱俩私下联系呗。老板，你这串有味儿了，臭了。不可能，我刚扒的皮儿，都现场给你们看了，宝贝们。你尝尝，刚扒皮刚整。你来，你尝尝。改这刀，来给我尝尝，我尝尝。一点味儿没有，绝对好吃啊。你吃两根我就买。我吃两根你就买，那我尝尝。哎呀妈，这个小烤肠，这皮儿还脆还好吃。好棒啊！哎。这给它烤焦一点，烤焦一点好吃。哎，美女，你的好了，给你。你是不是上我们组来蹭饭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我们俩这下边说怎么烤着烤着你吃起来了？我告诉你，我烤肠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连烤连吃。烤的时候，人顾客一看啊，自己卖自己都吃，主打是一个放心，你知道吗？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然后有的不买嘛，我再送他一根。啊，你那5块钱两根是这么来的？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个顾客是啥样的，他给他那个瘫痪的老公买烤肠，他就2块钱。我说我这烤肠成本价都1块多的，我说我咋给你？我说姐，我不要你钱了，我把两根烤肠送他了，因为我又送完我还热情，咱还好，嘎嘎的味儿还好。完了后来就卖出多了，就这样的。我问一下，自媒体，然后3万不等，就是你卖烤肠直播吗？就是我连卖烤肠，连直播，连我送礼物的，我还比较幽默，然后比较喜欢怼人，然后他们觉得，哎呀，真有意思，咔咔就这样的，然后慢慢的人气也有了，完后烤肠也卖出去了。那你有多少粉丝呀？几千个吧。但是很精准是吧？对对，都精准粉。我直播间平常的时候都在100多人。那你今天就别来找工作了，做你的烤肠直播多好。那我觉得真的特别好。不是，我来找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太累了，就是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因为阴天下雨的时候没有人你就卖不出去。直播间也漏雨吗？直播间有人，直播间100多人，但是有的时候
刷的就那四五个，他不来了就没有礼物了。哎，那我有个问题，既然你是卖烤肠，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挂车，然后一边你烤着这个你手里的肠线下卖，一边你在上面挂着你就卖你这个，这不是一下形成双销售了吗？因为烤肠不是我自己的，是我买的，在网上买的。不，你让他给你一件代发就行了。对呀，那他们卖鸡蛋，蛋也不是他们下的呀。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不想卖，因为我这都忙不过来的，我连带货带直播再说，然后很多人因为你在直播间嘎嘎卖货，他们就不看你了。你一直说你口才好，你要带货，但是刚才通过你的表现，我认为啊，你的口才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反倒其实我认为你是有一定的表演天赋的，但是你现在没有选择它。你现在对艺术一点都没有了？有呀，但是我觉得梦想和现实总要分开吧，因为梦想只能在梦里想，现实生活中你还得赚钱呀。我特别想说一个我刚才观察到的事儿。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春雨老师也说浩然说话的时候容易有一些眉毛的动作，后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在他卖烤肠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是没有这样眉飞色舞的说话，然后一旦刚刚唐老师开始跟他交流，他又开始说，所以我会觉得你的这个眉毛动作是一种防御，就是你进入到一种防御状态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努力去表现，但是当你就很自然的去流露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着是舒服的。就是你刚才烤肠那段一看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做的事儿，我觉得男孩子做自己认真真做的事儿的时候很有魅力。你烤肠不也展示了吗？来考考你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你晚上有事提前把工作干完了，下班就要走，同事却在领导面前说今天走得很准时啊。我觉得如果他要这样说的话，我就会跟他生气的。我说你啥意思啊？我今天工作做完了，我为什么不能走呀？我非得把工作拖到加班干什么呀？我提醒你一下，这个时候他是在领导面前在说，你这段话是准备私下找他说，还是也在当下领导也在的情况下说？当领导面前说呀，因为我觉得你不给我面子，我就会给不给你面子。我挺喜欢你的真实的，但是你是不职业的，你的沟通当中九分情绪一分内容，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或许在这件事情上你的确赢了，甚至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这样咄咄逼人的方式可能会让更多的人不愿意和你走到一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去释放一下我们的情绪之后，我们再去表达的时候，或许会对你未来更好。老师，这句话我要反驳你，老师，因为我觉得在职场生活当中没有朋友可言，同行就是原来这句话永远没错。浩然，就是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说，同行不是敌人，反而其实我们就是要像开饭馆一样，旁边都是饭店，一个街开好了才会引起更多的客人。所以说咱俩观点不同，我也不是你这么认为的，不要虚假的背后说那是小人行为，能在老板面前说我的人他也不是啥好玩的。那我就问你，现在我们也是同事，你觉得我们这里面会有朋友吗？你们不是同行就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同行的话就有可能不是朋友。那我就告诉你，是同行。对，我和春雨是同行。另外我告诉你，在4月23号我刚做了一场1000人的猎头的大会，而且在上面分享的嘉宾每个人都在分享他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好的。说他们不是同行吗？我在横店做销售的时候做了好几年，我们都是小市民的景象，说的啊赚钱了没赚，我们就会说的像冤的一样。你是什么？你是高层次的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老师，我觉得人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自己能不能瞧得起自己。我生活本性就这样，我为什么还要隐藏自己？我也做不到所有人都喜欢，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不想回应了，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觉得他如果在那个里面，就叫这个社会去教育他，这是最好的方法。谁正常人？你跟老板面前，你私下跟我说行不行呀？你说你下班今天有点早，你别让老板看着了，你非得干哈？非得这家当老板面前说，为啥要给他面子呀？对不对？我非得啊，我言奉承，我奉和你啊，宝贝，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你挺好的，你这么说我干啥呀，宝贝啊？我今天正好下班晚了，我演不出来。他要这样跟我说的话，他就是驳我面子的，他就是不让我下不来台。那我让他下来台啥呀？以牙还牙，我就这样。你对我好，我就温暖给你；你要对我不好，一盆冷水，我嘎嘎一块冰给你。我就这样的。好，还剩3盏灯，来，有请各位企业家确认选择。
我没有选择了，都灭了，所有的灯都灭了。但是最后我想问一位企业家，潮汐，其实你经常会试着以你的角度去理解求职者。是的，今天你几乎在全程面试当中没有太多的跟司藤浩然有交流，而且你留灯到最后，最后又灭灯，因为我在体验你的挣扎，你在拼命地证明你是善良的，你是能干的，你是有能力的。有时候你越去辩驳的时候，反而衬托出了你的虚弱和无力。我其实特别想让你到我的直播间里来，因为你的直播间里你说你在线100人，我没有你的直播间人高，最后一刻我不敢赌，因为我觉得你在为了证明自己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言过其实。老师说的对。行，不管最后面试的结果怎么样，我希望你今天真的能从他们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选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对，但是我想跟你说，你的这种处事风格有你的特点，也有你的道理，但是如何有效有力的利用它，我建议你跟库老师台下多做交流。好好好吗？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谢谢老师。没想到都灭灯了，或许是自己的原因吧，然后经验不足，然后说的话没有特别的务实。我觉得我的未来规划就是还是自己做自媒体行业，然后连创业，然后一起。你看我一眼行吗？可以的。为什么是看到我让你发笑啊，还是说看到我很可笑？没有，我有点社牛的哥。社牛？没有任何的购买欲望。为什么没有购买欲望？觉得讲得太快了。大卫老师，我就特别想看徐梦良来一个更高水平的表演。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关键词。能人，怪人，主人。来，我们掌声有请这位能人闪亮登场。欧阳妙珂，26岁，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环境设计专业本科学历。大家好，我叫欧阳妙珂，今年是26岁，来自于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然后我今天要面试的岗位是销售，我的宣言是相信自己，我一定可以的。谢谢大家。你看我一眼行吗？可以的。为什么是？是看到我让你发笑啊，还是说看到我很可笑？没有，我有点社牛的哥。社牛？就是你很喜欢跟人打交道是吧？对，忘记给这个。好，来，请您站到这个定点上，我们开始您的面试哈。你怎么叫能人呢？是这样子的，2015年到2019年，我读大学的话，基本上生活费都是我自己挣的。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一些材料，耳环它成本大概只有5毛钱，但是我是卖的话是15块钱到20块钱一对。然后呢，我只要出去摆一次的话，就是纯利润，我算了一下是300块钱到400块钱。一个生亲戚的生活费的话，是完全可以挣回来的。就是后面呢，我为什么没有去从事我本专业的一个职业？因为我大四的时候实习，我确实是进入了一家设计公司，但是后面我们那个老总跟我说，其实我觉得你的销售能力会比你的设计能力会更加突出一些。毕业之后的话呢，我还是去做了一下设计的工作，但是我后面发现我真的不太喜欢在办公室朝九晚五。然后呢，因为带货主播现在也确实蛮火的，我就去了杭州，在一个星期之内是面到了一杭州一家比较大的公司。那个妙珂，几点的飞机啊？就咱这个口条，然后的话你再那么快，我这个已经40岁了，就这个耳朵呀就听得就特别的费力，照顾照顾我，稍微慢一点。库老师，你看带货，你看你知道吗，真的就每次我遇到你这样的主播，我真的就很快速的滑过去，虽然我还会滑回来看看你那个漂亮的脸蛋，但是真的受不了，就是心脏加速。面对有人对你的语速提出质疑，你会怎么回应？对，你等一下可以接下来看我为什么可以做带货主播，接下来可以看一下。你给我们说说你主播你都卖过啥？母婴类的，然后酒水类的，还有汽车类的，还有服装类的。卖的最好的一天的 GMV 是多少？20万左右。你现场能带货吗？能。模拟一下直播带货行吗？可以的，因为今天不是有一家是脆生生的吗？准备了一个脆生生的、来吧，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脆生生的产品拿上来。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今天来给我们上一款我们的爆款产品。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经常卖断货的断货丸啊，只有今天才会给大家重仿的。来，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脆生生，大家都知道脆生生的话是做了19年的一个国货产品的，它不是做一年两年，我们的话都有团队在不停的跟进我的原材料，还有我们的技术锁芯的产品。然后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咱们就是说平时在吃我们家薯条的时候，有没有担心一个食品健康的？特别是直播间有没有宝妈朋友的？小孩子特别喜欢吃零食，对不对？但是担心那个薯条是不是不健康，这个问题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把有扣在公屏上。还有来直播间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姐妹，咱们就是平时身材管理比较严格的，吃一点薯条就特别担心会比较胖胖的，身体感管理会失败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有的话也可以扣在公屏上。还有咱们就是在超市买薯条的时候，对不对？有时候买甜味的，哎，我就想吃点咸味的，吃点咸味之后我就想吃点原味的，对不对？咱们就选来选去，哎，选不清楚。那这样子你看一下，我们今天通通都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原材料出自于东北的 K 土地，采用的是一个低温的保鲜技术，非常非常的新鲜。要跟大家说一下，口味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4种口味，有甜口的，有咸口的，有原味的，还有就是平时担心身材管理会失控的，但这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家的一个薯条的话呢，它的热量比其他的一个热量它都会低个30%。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4种口味，有甜口的，有咸口的，有原味的，每一袋里面都有5包，一共是20袋。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20袋的话在猫猫店是要卖多少钱，大家可以看到20包的话要卖到42块。但是来今天在我直播间，我都说了今天是给大家大福利，是个爆款的福利，来先点关注再加入我们粉丝灯牌，直接给大家立减20块钱，一降到底。来中控倒计时3、2、1上链接，然后这个链接跟大家说一下，只给大家上1分钟，上完就截止了。如果说平时单身身材管理失控的，不敢吃薯条的，放放心心的去买，没有货了。对，来中控还有几单？只剩5单，只剩5单了，拍完就截止了，是不是没有了？那我们今天1号链接的爆款链接就给大家带完了，上我们下1号链接。抱歉，有一点点紧张。好棒，好棒，好棒，非常棒。来，世涛点评一下。我觉得你如果说我做带货主播完全没问题，满分10分，我给你9分。哇，这么高！好，来，我问个问题，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因为我有一点湖南的口音。那我的感觉啊，你全场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欲望。为什么没有购买欲望？因为他讲得太快了。大卫老师，我就特别想看徐梦良来一个更高水平的表演。来来来，我们掌声欢迎梦良啊！咱们就让徐梦良卖你自己的产品，咱也别说咱给人设门槛，然后呢？孟良，我就一个要求，我接下来最后会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购买欲望？对，我是连麦模式，什么都行。来，1、2、3、5、6、7、8、9，走。好，大家好，这里良师益卫，今天我在这里2个小时的直播，大家把今年2023年想做什么餐饮项目，想赚什么钱，那么同时你今天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痛点，都可以在公屏打出来。我们只允许有15分钟的问题，15分钟以后公屏的互动就结束，9:20准时开始。现在目前800人想做什么项目，来公屏上打出来，走。来，有小吃的，有快餐的，有中餐的，有火锅的，烧烤的。来，有什么问题同时走进来，我们时间已到了，马上9点热。来，第五连麦上。局长你好。哎，你好，我在东北这嘎达，我就是想整点南方的那个竹笋啊啥的过来烤一烤，你觉得这项目怎么样？首先你对这个项目本身就不了解，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个小学生问题。我要了解我找你干啥？你觉得你烤云南东西东北人有认知吗？他没有吗？没有才买吗？不是，人怎么说话就这样呢？你现在是不是要做你的餐饮项目？你告诉我。不是，你就请教你就请教你嘛，你这个的话你好。那我问你是来自哪里的？锦州的。锦州有没有做过餐饮？我做烧烤的呀，做这么多年了。现在做的是多大面积？我们200平啊。挣钱赔钱？我现在的话要赚钱我还找你干啥呢？赔多少钱？去年的话赔15万。那你告诉我今天你最大的痛点是什么？想挣钱吗？你现在是连锁品牌还是加盟的别人还是自己开的？我自己开的呀。你是商场店还是街边店？我街边店。那你告诉我你街边你现在一天流水卖多少钱？我一天的话卖300多。那你怎么还没死呢？不是，房子是我自己的呀，我自己好啊。兄弟，房子是你自己，你300多块钱，你觉得把水电费能卖出来吗？卖不，所以赔了吗？那你这个人就不适合做餐饮，马上关门吧。好，停下来，来，停，我觉得可以了。来，掌声送给徐梦良啊！感谢感谢。咱们都是熟人啊，库尔特是刻意的给你制造难题，但是刚才你们有跟他。就是购买啊连麦的欲望，3、2、1，咱们票投一下，有欲望吗？我看一下，亮一下，1个、2个、
三个，贾君为什么有欲望？我特别想进直播间怼他一样。我的确认真的以一个就是游客的心态来听的话，我觉得他问的问题都挺准的，然后这个问题的背后我能听出来专业，所以如果我是对这个直播间内容感兴趣的话，我会愿意继续听下去。好，掌声送给徐梦良，感谢。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的直播哈。来，妙科。哎，大老师，其实我觉得刚才在选手这一块，他对脆生生这段故事的了解和对这个产品的了解，其实这个我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你是怎么样能够了解的这样详细的。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网上查了一下资料。你就是通过网上查，你没有跟脆生生沟通过吗？我没有，因为不知道脆生是哪个老总。哎，那群姐的话，你听到之后的话，你什么感受？我天，这意外之喜，我都没有想到他在短时间内还没有问我。而且你知道吗，他不光是信息的罗列，他是对这个产品的理解总结出来，用心，是不是用心且智慧。然后就是我的话，就为什么是怪人，因为我的话呢是会萝莉音或者是御姐音啊，因为我之前做过游戏内的主播，因为游戏内的主播他的痛点又不太一样，他是青少年嘛，青少年的话他是18岁到20岁左右，他就喜欢那种可可爱爱的声音，就是可爱的可爱的萝莉音。然后呢，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个片段配一个那个萝莉音，是也是我的业余爱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天帝姐姐，你能看见我的灵珠吗？去也。谢谢仙女姐姐。啊啊！姐姐，这是天的伞。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各位有看到我的灵珠吗？木曼正在公务，我曾见过你那灵珠。白蛇姐姐，你的头饰真好看。哦，白蛇姐姐，我先走一步，下次再来听您唱戏。去吧。哦，哎呀，不好意思，门神哥哥姐姐。赐予护卫萧丽雨。门神姐姐，我的灵珠跑丢了，你有看到它吗？红花蓝月。过年好。啊，抱住身中一岁除春风梦入屠苏。年画画年菊叶。哇，原来年画里除了有我小鲤鱼，还有这么多美女姐姐呀。年珠别跑，今年也要拜托各位姐姐们了。啊，妙科，哎，妙科，我突然发现你是个宝藏女孩啊！我能就是夹子音的话呢，可以夹4-5个小时，一场直播下来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说我的优势不是说特别在快消品这一类，就是我的声音会比较搞怪一些，就是可以打造那种人设型的一个主播。好棒！大卫老师，他这个在专业上，他这个配音顺怎么样呢？他有这个声音的条件，但是如果你要让我说我对他的这个表现，我只能说打一个60分。声音要配合场景，声音要塑造人物，声音要表达感情，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他刚才的直播带货，包括刚刚他的这番表现征服了你们，如果大家觉得满意，那就像刚才他的直播带货一样，我完全认同，没有意见，就是他覆盖了客群，这就 OK 了。那您觉得他声音的可塑性怎么样呢？可塑性这个我觉得他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个人的意见，我觉得他不用去学习专业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游戏解说、体育解说里面有很多都是非专业的人对这事儿感兴趣，他只要说的有意思，他其实不需要你的那个发声啊、口齿那么清楚，他要的是这种兴趣型的。对，我是业余的，就是为了吸引那个人群。就是你们觉得好，你们愿意付费，我要是他老板，我就觉得他成功了，就这么简单。能人怪人聊完了，来，接下来你说的主人。主人的话呢，是我有一只小宠物，它叫蜜袋鼯，是叫果汁，然后有视频可以看一下。今天天气好晴的，想出去吧。咚咚咚，出来了，再欣赏一下美貌。这个白狗狗，好喜欢它。
只躲起来了，但狗狗一直想和它玩，要亲亲，亲一下嘛。小姑娘，这视频剪的也不错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看你的面试当中的情商课。在上班的电梯里，你发现和领导撞衫了，你怎么化解尴尬？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招呼，问他在哪里买的呀，然后就是说他穿起来真的也挺好看的，很修身啊，然后呢这个版型确实也很好，说明我们就是美女的眼光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至少比我情商高，他巧妙地把撞衫的尴尬变成了一个聊天的融洽，这是他情商高明之处，也和他前面表现的一样，他能很快地拉近和别人的距离，我觉得这是他整个的面试过程中一直表现出来的优点。他这个问题回答的并不好，如果他是你的同事，你跟他讲我们都是美女，美女的眼光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他是你的领导，你打招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后边的解答我非常不满意，这和你刚才带货完全是一天一地。除此之外的话，你问他你是从哪里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方也会感觉到被冒犯。对，似乎好像就是你买的是不是赝品啊。对，其实是有这种感觉的。这个我想说一下，他刚才那个回答我觉得放在我们公司里就已经说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在房企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在我们那里面就销售员都穿工装嘛，然后我们这个销售员们就去买工装的时候就量身定做，就有这么一家定做服装的店，就因为它的质量特别好，然后我们都去那订工服订西服，也就是说今天我穿个红的，明天群姐穿了个粉的，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只是颜色不同，但是款式一模一样，我们经常撞衫，大家没有一丝尴尬，都很开心。然后这个时候迎面走过来销售员了，然后这都是女领导吧，这个销售员就说了一句话，咱们美女果然眼光都一样。然后这个女销售员就跟我们所有的领导，反正这一路走过来的气氛就很融洽，就很开心。所以你如果你这样的状态放到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来吧，我们技能也考察完了，情商课也考完了，接下来你们要抢人了。今天我们的这位求职者啊，欧阳妙科，能力确实挺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他来找的是销售岗，线上线下都可以，希望薪酬是6000到12000。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求职者刚刚的表现确认你们最终的选择。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求职者刚刚的表现确认你们最终的选择。祝贺您，欧阳妙科，还剩下8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六人游给你的岗位是主播，北京。我开了个新的板块，我需要找一个负责人把这一块全部带起来，你恰巧专业对口。6000，这只是底薪，股权以及你的岗位职责，剩下都可以去谈。特别特别的喜欢你，我觉得不光是你带货带得好，而是你背后做的工作，我让我看到了你的用心，同时还有智慧和能力。那么崔生生呢，给到你的职位是新媒体，薪水是6000+。工作地点在天津。你好，我们这边是国瑞集团，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工作地点在广东珠海，职位是大客户经理，底薪8000加售楼提成。东方给你的岗位是主播，给到你的薪水是6600，工作地点在北京。中华科工给到你的岗位是带货主播，然后带货的产品是民用的逃生服，工作地点在河北，工资是6000+。衍生科技呢，是一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啊，从事的是人工智能方向。我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市场拓展的专员，然后呢底薪是6000，有提成，工作地点在北京。梁是一位给你的职位呢是我的主播，8000+，包吃住，工作地点在北京。尊宝文化给你的岗位是主播，薪资是6000+提成。工作地点在天津。好，接下来求职者考虑一下，现在还剩下8盏灯，但你只能留2盏，请出发。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现在还剩下8盏灯，但你只能留2盏，请出发。
我们是国威集团，提供的岗位是大客户经理，底薪8000加提成，我们也可以包吃住。我之前没有楼盘销售的话呢，这个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学环境设计，多多少少对园林、对楼盘、对建筑、对开发都有一些了解，这算你的基础。然后接下来来到我们公司的话，对销售类，然后对整个房地产销售流程，我们会有系统的培训的，这个你放心。哈喽妙可，我们是北京良师益卫。那么你这次来的话呢，就主要还是做我的助播。那么你来到这儿的话，工资现在我给你开到是8500加，包吃包住。你到时候要跟着我们的团队游遍全国的风景，吃遍全国的美食，跟着良师益卫，没错。小李小气的，要加咱们就加的痛痛快快，让人感觉到干干脆脆。你说500块钱不疼不痒的，多尴尬呀！这样吧，我不改了，我直接加10000。稍等，你是加成18500啊？不，就加到10000嘛。您说这个助播是您助播的助播吗？我是主播，你是我的助播。整个你的认知打通以后，你要起另外一个账号，明白了吗？来吧，国威集团良师益卫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来，小姑娘，请选择。好，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求职者，你的选择是？国威集团。祝贺刘诗雨，感谢徐梦良，恭喜我们的求职者。太棒了！特别优秀。我跟你说，我就是我们公司之前的销冠，他特别像25、26岁，当时我刚卖房子转型做销售的时候的样子，很开心能加入到我们国威集团。我也预祝，就是等咱们开第一大单的时候，回来飞你的舞台上，请大家吃顿大餐，好吧？好，这个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在国威集团加油干哈，再见。对于中的表现的话，前期我觉得不是很满意，因为有一点紧张，到后期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为什么会选择国威集团？因为刚好可以做一个转型，本身跟我的一个本专业也是相关的，刚好又有跟我的销售能力相融合，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如果各位企业家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我是大卫，下期非你莫属，我们再见，拜拜。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